不管我年龄的大小，只要我有一天身体健康，我就继续做。用我们的泰雅族的族语的话，叫做不逆有斗，不逆是火的意思，有斗就是啊鬼。啊，这个就是部落最大的优势了，土地跟自然环境，这是其他地方没有办法跟它比的。所以要有出路，就是必须把这些优势把它强化起来。